这是拉达玛达瓦的神像，你们看到的主要的神像有非常好的神坛就在中间。这是拉达玛达瓦，原本是来自于 Vrindavan， 是 Jiva Goswami 的门徒的门徒，也就是说 Jiva Goswami 的门徒的门徒给的这个神像。然后这个神奉献者得到神像之后，把他从文达文带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从文达文到了这里。
所以当时从稳大文走过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他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因此他一路乞讨做 Madhukari， 他乞讨一些食物维系自己，然后还给神像进行供奉。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他看到这里非常的美丽。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主 Radha Madhava 他们告诉奉献者们说，我只想待在这儿，不想再去任何其他的地方了。一开始他是被咕噜告知把神像带回孟加拉，在孟加拉崇拜这个神像，然后等他到了这个地方，这里也是属于孟加拉，神像说，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就想待在这里了，我并不想去任何其他的地方。在后面有一棵很大的树， Madhava Lata 的树，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很长很长的枝条，应该是长了很久了。无论如何，他就待在这儿，在这棵树下崇拜神像。奉献者们住在这里，结果来了一个穆斯林国王。穆斯林国王想要证明这个神像并不是真正的神像，这只不过是一些雕像。你不要认为神是有形象的。于是这个穆斯林的国王他搞了一个阴谋，他想对于这个偶像崇拜，他认为的偶像崇拜，就是对神像崇拜，他想带来一些不好的名誉。于是他带来一些给神像的，本来奉献者在给供奉，然后穆斯林的国王就带了一大堆的肉来供奉给神像。当他们把这个供奉给神像的时候，所有的肉都消失了，然后都变成了鲜花。于是这个穆斯林的国王非常的惊讶，他真的是很惊讶。这个穆斯林的国王帮助这个奉献者建了这座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这座庙非常好，五彩五颜六色，然后到处都有大理石，但是奉献者们告诉我说只是最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在过去的十年之中他们一直在努力的装饰装修修葺一新，然后去粉刷。那么一直是在十年前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庙，有几棵树。人们能够得到钱，然后把它为窥视呢做服务，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在这里发生的很有意思的逍遥时光，这个跟 Narottam Das Thakur 有关，是因为当然了，今天是去了 Narottam Das Thakur 的隐迹日，我们要去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旅程去 Narottam Das Thakur， 他离开这个可以朽坏的躯体的地方，他把他的躯体转变成了牛奶。 Narottam 就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Narottam Das Thakur 他并不出生在一个 Brahmana 的家庭之中，他出生在一个皇室的家庭之中 Chatriya， 但他们不是 Brahmana， 但是无论如何 Narottam 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他非常受到吸引，他对于哲学很感兴趣，他能够去 Vrindavan， 他去了 Vrindavan， 他也成为了Jiva Goswami 的 Gurukula 的学生。我们之前谈到过 Gurukula， Shyamananda
他也去了咕噜窟了。 Narottam 也是如此，他也去了咕噜窟了，跟 Shyamananda 和 Srinivas Acharya 他们一起，他们全都在 Jiva Goswami 的咕噜窟了。Narottam Das Thakur 他其实被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告知你必须要得到启迪。 Narottam 到了那儿，他还没接受启迪呢。我给你们讲过了 Shyamananda， 你们记得 Shyamananda 的 guru 是谁？ Gauridas Pandit。是的， Gauridas Pandit。 你们记得吗？我们去过 Gauridas Pandit 的家，他是 Shyamananda 的 guru。 主 Chaitanya 来到了 Narottam 的梦中，然后告诉 Narottam 你必须要得到启迪，你应该去找 Lokanath Goswami 并且从他那里得到启迪。于是 Narottam 去找 Lokanath， Lokanath 也住在 Vrindavan， 他是那么高地 Vaishnava 们来到了 Vaishnava， 高地 Vaishnava 来到了 Vrindavan， 有 Lokanath 还有 Bhugarbha， 他们是首先去 Vrindavan 的两位 Goswami。 Lokanath 他住在 Vrindavan 那里，他没有任何的门徒。 Narottam Das Thakur 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启迪自己，但是 Lokanath 说不不不，我对于收门徒不感兴趣，这只是一种头痛，他们给你很多的麻烦，总是一直给你干扰。于是 Lokanath 说我不会给任何人启迪。于是 Narottam 就回家了，回去了。但接着主 Chaitanya 再次显现在他的梦中，然后再一次呢，他说你必须要得到启迪，你必须要去找 Lokanath， Lokanath 应该是你的 guru。 但是他说 Lokanath 并不接受任何的门徒，他并不想要任何的门徒。主彩太太说不，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祈求他，你必须要表明你真的是想成为，你真的是想要成为他的门徒，真的想得到他的启迪，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会接受你。于是 Narottam 就处在这种情况之中，对于他来讲很难，怎么办呢？于是他会去 Lokanath 住的地方。Lokanath 不让他做任何的服务，于是他就会去秘密的，他会看 Lokanath 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Narottam 就会去那个地方，他会把他打扫得干净，然后他会做不同的非常卑微的服务，就在这个房子附近，就在这个地方附近，也就是 Lokanath 住的地方。Lokanath 他像一位 Babaji 一样的生活，在住在一棵树下，他并没有任何的庙宇，没有任何的家，他仅仅住在 Praja 的森林之中。但是 Narottam 去那里，他会打扫所有的一切，他甚至会去 Lokanath 去排泄的地方，去沐浴的地方，他会去那儿把整个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Lokanath 他开始明白到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人来这个地方，有人到我的地方来去清洁，我想知道谁是在做这件事情。 Lokanath 他就安排了，做了一些安排，他假装他去一个地方，但是他就把自己藏起来，然后等待着。接着他看到了 Narottam 到了那里，拿着刷子，然后就准备的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于是 Lokanath 从树丛之中出来说，你在做什么？哦，我
我只不过是打扫一下卫生，我就想打扫卫生。然后 Lokanath 说为什么？他说我因为就是想为你做一些服务。为什么？你为什么想服务我？因为 Chaitanya Mahaprabhu 告诉我你应该成为我的 Guru。 Lokanath 就在想怎么办呢？他没有任何的门徒，他并不想要任何的门徒，但是主 Chaitanya 告诉他，主 Chaitanya 告诉 Narottam Das， 你必须要从 Lokanath 那里得到启迪，他应该是你的 Guru。 于是 Lokanath 就说好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等一等，等一个恰当的日子，然后我们等到恰当的这个吉祥的日子，等到那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举行启迪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Lokanath Goswami 给了 Narottam Das Thakur 启迪。等 Narottam 在 Guru Kula 结束学习之后， Jiva Goswami 派他回到自己原来来的地方去传播。 Shyamananda 他去了奥里萨邦，他是来自于那个地方呢，他在奥里萨邦传播。而 Narottam 他回到了孟加拉这里。 Narottam 的地方其实是在 Khajuri， 就是在 Khajuri Narottam 安排了第一届的 Gaura Purnima 节日。 Prabhupada 也举行了 Gaura Purnima 的节日。Narottam Das Thakur 他是他发起了最原本的 Gaura Purnima 的节日。 Narottam Das Thakur 他从来没有见过朱柴坦尼，他是在朱柴坦尼之后，朱柴坦尼马哈帕布之后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是在朱柴坦尼马哈帕布之后，朱柴坦尼他知道在将来这有一个奉献者会来，而朱柴坦尼有的时候会大声地呼唤 Narottam Narottam。 朱柴坦尼他知道这个奉献者 Narottam 他会到来，而朱柴坦尼他沐浴在帕德玛河，在孟加拉国他们管恒河叫帕德玛。朱柴坦尼在那个地方沐浴，他把他的 Prem 留在了帕德玛河那里。他说当 Narottam 来的时候，这个 Prem 就全都会被 Narottam Das 他的躯体所接受。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Narottam 显现在这个世界上，朱柴坦尼离开了这个世界，而 Narottam 显现了，他在帕德玛河之中沐浴。当他在帕德玛河之中沐浴的时候，所有的 prema 来自于朱柴坦尼马哈普布的所有的 prema 全都进入到了 Narottam 的躯体之内。这样 Narottam 变成了一位非常奇妙的奉献者。他撰写了这首美丽这些美丽的歌曲，他撰写了很多的歌曲，他们全都是非常简单，用非常简单的孟加拉文写的，这个语言是非常的简单，这样人们全都能够明白，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意思是什么。这就是 Narottam Das Thakur 的伟大的贡献，他在传播。我们说 Lokanath Swami 只接受了一个门徒 Narottam，但是 Narottam 他到这里来，来到孟加拉邦的这个地方，那么还去了现在被称为是孟加拉国的地方。当时孟加拉国也属于孟加拉，全都是印度的一部分。于是 Narottam 启迪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门徒，但是他并不是一个 Brahmana。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呢，他并不出生在一个 Brahmana 的家庭之中，但是他被赋予了启迪。这就是一个挑战，世袭的 Brahmana 们 Smart Brahmana 们他们就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 Narottam 他并不是一个 Brahmana， 他怎么能成为 Guru 呢？大家都来了，
Brahman 们去找国王，他们告诉国王，这个 Narottam 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在启迪别人，他甚至启迪出生自 Brahman 的家庭之中的人，而他却不是一个 Brahman， 但是他在给人家启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很新鲜的事情，就像是当 Prabhupada， 首先呢是 Bhakti Siddhanta Saraswati， 他把圣贤给来自于伟达 Dharma 之外的人，他把圣贤给各种各样的人，于是呢有一些反对，而 Srila Prabhupada 他离开了印度，他启迪人们，他们甚至并不出生在印度教的家庭之中，但是 Prabhupada 启迪了他们，而且他们之中的有一些人还成为了 Sannyasi， 并且接受了 Swami 还有 Goswami 的头衔。那么也有一些反对，而在500年之前也有这样的反对，当 Narottam Das 启迪大家的时候，大家也提出了质疑。国王带着所有的 Brahmana， 所有的这些 smart Brahmana 们都来了，他们说我们要一起去找 Narottam， 我们要把他逮捕，把他抓起来。于是他们来到了这个村子，那么他们到了这里，然后就是在这儿有几个门徒，有 Narottam Das 的少数门徒，有一个人叫 Ganga Narayana Chakravarti， 另外一个是 Ramachandra Das， Ramakrishna Das， 一个是 Ganga Narayana Chakravarti， 还有一个 Ramakrishna Das。无论如何，他们两个人全都是 Brahmana， 他们非常的说，可以说流利的梵文，于是他们把自己乔装打扮，一个人卖这个泥，一个人卖帕，卖青口的香料，然后这个大队浩浩荡荡的来了，他们要去 Narottam 的地方，他们停在这里，他们想买一些东西，他们想这个卖饭还有卖这个泥罐子的小贩，他们就开始跟这两个小贩交谈，结果这两个小贩其实呢是奉献者，他们是 Narottam Das 的门徒，而他们跟这个队伍的人讲的是梵文，而 Brahmana 们他们非常的惊讶，哦，你们能讲梵文啊，你们知道梵文，你们的梵文怎么这么好，他们说是啊，我们是 Narottam Das 的门徒，大家非常惊讶，哦 Narottam 你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文盲，我们认为他只是没有任何的资格就在启迪人，然后他们说不不 Narottam 他是一位伟大的 Pandit， 于是这个国王还有所有的 Brahmana 们 smart Brahmana 们，当他们见到了这两个小贩之后呢，他们看到这两个小贩其实就是他们把自己乔装改扮成在市场上卖东西的小贩，然后他们就想连这个卖东西的人都这么有学问，知道这么多的 shloka， 都知道这么多的哲学，然后他们是 Narottam 的门徒，那我们永远不可能击败 Narottam， 于是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心意，他们想最好我们还是回去吧，就发生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见到了 Ganga Narayana Chakravarti 还有 Ramakrishna Das， 他们说服了这些 Brahmana 们 smart Brahmana 们还有国王，他们全都信服了 Narottam 其实是一位真正的 Pandit， 他真正的是一位 Brahmana， 尽管他并不出生在一个 Brahmana 的家庭之中。我们知道帕帕教导 Chaitanya Mahaprabhu Keep a Bipra Keep a Nasi Shudra Gaini Nai Ye Krishna Kapa Ved Se Guru Hai， 你是一个 Vipra 还是 Niyasi 还是一个 Shudra 都无所谓，就像是 Ramananda Roy，他也是出生在一个很低的境况之中，但是他是一位非常渊博的学者，
在 Krishna 的科学方面很有学识，他知道 Krishna Tattva， 因此资格成为 Guru 的资格。 Jai Guru Hai， Chaitanya Mahaprabhu 说他是 Guru， 这个 Guru 就指的是一个了解跟 Krishna 有关的科学的人，不论他的出生是什么，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了解到关于 Krishna 的科学。因此 Narottam Das Thakur 就展示了这一点，非常有效地展示了这一点。他并不来自于一个 Brahmana 的家庭，但是呢，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奉献者，而且他在整个的孟加拉邦传播，当然很多很多人都成为具有 Krishna 知觉的人。他撰写了一首非常奇妙的歌曲，非常非常美丽的歌曲，是孟加拉文。这个孟加拉的奉献者们，他们知道 Narottam 的所有的歌，不同的歌曲。有的时候呢，他们有的人离开躯体的时候，他们就会唱 Narottam 的这些美丽的歌曲。那么在分离之中的情感，感觉到跟 Krishna 的分离之情，所以我们非常的亏欠 Narottam Das Thakur 他的奇妙的贡献，给了我们读斋丹尼马哈普布的讯息。我们想意念这个特定的日子 Narottam， 这个是 Narottam 的躯体变成牛奶的日子，就是他在恒河之中沐浴。这部指出说是两天之前 Narottam 的隐居日是两天之前。那么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我们根本进不去，也进不去也出不来，即使进去了也出不来，因为人太多了，太挤了。因此我们等两天，等这个不那么挤了，我们今天才去。我们已经唱过了《Shri Guru Charana Padma》，还有每天唱的一个歌。Yeah.
Dastakurti. We have Radha Madhava, we'll offer lamp.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So we are honor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our very, very great devotee in the line of the Parampara.《使徒传记》之中的非常伟大的一位奉献者，水了拿着他们大斯塔库尔。那是他们达斯塔库的迎祭日是两天之前。是了，那是他们达斯塔库。他是克里斯那知觉传播的先驱。Srila Narottam Das Thakur pioneered the preaching of Krishna consciousness in Bengal. Srila Narottam Das Thakur, 他是孟加拉传播克什那知觉的先驱。他在基瓦狗斯瓦米的古尔库勒毕业之后，他来到了这里，在孟加拉。然后呢，广泛的传播。他造就了很多很多的门徒。尽管他自己并不来自于一个布拉姆纳的家庭，但是他在克什那的科学方面受到了很多的教育，而且他完全认识到了所有经典的结论，而且他能够把这些结论完全的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用一种歌曲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他做非常好的 Kirtan， 就像是我们在唱诵主的圣名，而且聆听关于主的逍遥时光，这个就让人们很容易能够进入到克什那知觉之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礼物，是 Sankirtan 运动的一个特殊的礼物。 Sankirtan 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去荣耀主，并且唱诵主的圣名，讨论主的逍遥时光。 Narottam Das Thakur 把主的逍遥时光
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用非常简单的孟加拉文的语言，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欣赏。我们几分钟之前刚刚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去了市场那边的庙，我们看到神像，这个是施乐纳塔姆达斯塔库尔崇拜的神像，主柴坦尼亚的神像，收纳高朗嘎。非常的幸运，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年之中这个时候来可以得到达尔善，而其他的时候你唯一能够得到达尔善的时候就是戈尔普尼玛，是晚上。在戈尔普尼玛的晚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想看神像，但是在纳塔姆达斯塔库这个隐居日，他们会把庙开三天。我们其实并不是在纳尔塔姆达斯的塔库尔的隐居日的当天来的，我们是在他隐居日的两天之后才来的，就是为了等着这个人潮稍微少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达尔善，而且我们还能够聆听到那个地方的奉献者们在歌唱奇妙的关于纳尔塔姆达斯塔库尔的歌曲，荣耀主，还有他的逍遥时光。这些歌曲是非常人们津津乐道的，尤其是那些了解孟加拉文的人来讲，那么你们就可以立刻了解并且欣赏美丽的旋律，还有其中所呈现的奇妙的讯息。纳尔塔姆达斯塔库尔撰写了很多的歌曲，有一个歌本叫做 Pratana， 全都是他的祷文，还有其他的几部著作。是了，纳尔塔姆达斯塔库尔他是这方面的先驱，我们仍然在如今仍然在歌唱他创作的一些歌曲，比如 Guru Bandana， 我们还在唱，是 Shri Guru Charana Padma 为开始的，这就来自于 Shri Narottam Das Thakur， 然后还有其他的歌曲，比如说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Daya Gauru Mori， 这首歌这也是美丽的一首歌，这是每天早晨在 Mayapur 唱的，给 Panchatattva 唱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歌也是来自于施乐纳尔塔姆达斯塔库，施乐纳尔塔姆达斯塔库他是一位非常谦卑的歪师那王，他的谦卑就在这个歌里得到了表达，他向主柴坦尼亚祈祷，再也没有人比你更仁慈的了。施克施那柴坦尼亚普拉布达亚戈罗摩里Tomar bina kedo yalu jagat samsari Patita pavana hetu tava avatar Mosam mo patita prabhu napai avyar Narottam Das Thakur 他在表达他的谦卑之情，在这首歌里他对朱柴坦尼唱道，我亲爱的朱柴坦尼，你是 Patita Pavam， 你到来是为了拯救堕落的灵魂。于是 Narottam 说，我是非常堕落的，所以我声称第一个得到拯救，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堕落的了。 Mosamo Patita Prabhu Napai Abr， 这是谦卑，这是一位伟大奉献者的谦卑之情。
一个人在 Krishna 知觉之中越进步，他就会变得越谦卑。一个人变得越纯净，他就会认为自己越受到污染，非常堕落。因此说了 Narottam Das Thakur， 他便是这种情感的人格化身，是这种谦卑的人格化身。而且他把这个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孟加拉语言用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Srila Narottam Das Thakur 他非常擅长做 Kirtan， 他的 Kirtan 并不仅仅是任何普通的 Kirtan， 而是 Prema Kirtan。当他唱诵的时候，人们会体验到 Krishna Prem， 大家会体验到最高级的奉爱之情，也就是对主 Krishna 的最高的爱。我们有一些人非常擅长 Kirtan， 他们 Kirtan 唱歌很好，但是没有人能够跟 Narottam Das Thakur 的 Kirtan 相提并论。他的 Kirtan 是 Prema Kirtan， 在 Kirtan 之中的人们会全都非常激动不已，充满了 Krishna Prema。Narottam Das Thakur 组织了非常奇妙的事件，就是为了庆祝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显现。尽管 Narottam 从来没有见过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Narottam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已经隐迹了，但是 Narottam组织了第一届 Gaur Purnima 的节日，就像是在 Mayapur， 我们也有 Gaur Purnima 节日，这是很盛大的一个节日，很多的人都会来。我们知道在 Mayapur Gaur Purnima 的时候人非常的多，于是 Narottam Das Thakur 大概其在450年之前，他组织了第一次 Gaur Purnima 的节日，就在 Kathuri Gram。 Kathuri 现在位于孟加拉国，当然了，以前西孟加拉、东孟加拉这些全都是孟加拉，这个全都算一个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西孟加拉和东孟加拉。 Kathuri Narottam Das Thakur他邀请了所有的 Vaishnava 们来，他们来了。而 Janava， 也就是主 Nityananda 的伴侣，他也来了。主 Nityananda 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隐迹了，而 Janava 就变成了 Acharya， 整个的 Gaudiya Vaishnava Sampradaya 的 Acharya。 他一路从 Vrindavan 赶过来，所有其他的奉献者们也当然都来了，比如说 Samananda 来了，还有 Srinivas Acharya， 还有 Narottam 的朋友 Ramachandra， Ramachandra Kaviraj，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 Narottam Das Thakur 的。因此有所有的 Vaishnava 们到来，来自于全印度，他们全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而且呢，他们有 Radha Krishna 的非常奇妙的神像，他们为这个节日设立了神像。这样呢，所有的奉献者们都来了，走路，走路来，他们一路走着，从 Vrindavan 走到这个地方，从 Vrindavan 走到 Kathuri 来参加这个节日。如果我们问一个，我们让一个人走到加尔各答的话，你们多少人能走路去加尔各答？几乎没有人。哦不，我不能走那么远，不不不。
但是 Narottamdas Thakur 他安排了 Gurpurnim 的节日，人们都是走路去参加的，他们要走好几个月才能赶到 Keturigram， 仅仅是为了庆祝 Gurpurnim 的节日。他们非常的迫切要来，要待在那个地方。而当他们有 Kirtan 的时候， Narottam 就会领唱 Kirtan。 当 Narottam 领唱 Kirtan 的时候，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唤醒自己的 Krishna Prem， 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狂喜，就是唱诵圣名的狂喜。正如 Rupa Goswami 所描述的，没有人知道在 Krishna 和那这两个音节之中到底有多少甘露。Krishna 两个音节，你们知道在这两个音节之中有多少甘露吗？不，我们不知道。但是 Rupa Goswami 说有无限的甘露在这两个音节之内， Krishna。 当这个圣名进入到耳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拥有很多很多的耳朵。主 Brahma 有多少耳朵呀？八个耳朵。是的，主 Brahma 有八个耳朵。Ananta Shesha 有多少耳朵？成千上万，对。他有上千个头棚。那么主 Brahma 有多少个舌头？是个四条舌头。Ananta Shesha 有多少条舌头？一千，至少一千。Rupa Goswami 说，当我们唱诵圣名的时候，我们应该希望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舌头来唱诵圣名。而当圣名进入到耳朵的时候，它就会征服所有的活动。当圣名进入到耳朵之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要有很多很多耳朵来聆听圣名。而当圣名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之中的时候，这就会征服心意的活动，而且还有所有的感官都会变得静止下来。因此我们应该想要有这样的愿望，终于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去品味圣名，以这样的方式去品味圣名。 Narottam Das Thakur 他受到了祝福，受到了来自于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祝福。尽管他从来没有见过主 Chaitanya， 但是主 Chaitanya尽管纳尔塔姆达斯塔库没有见到朱宅丹尼，但是朱宅丹尼把他的 Prima 存在了帕德玛河里，就在帕德玛河里。而当纳尔塔姆到那儿的时候，纳尔塔姆就在帕德玛河之中沐浴，他得到了那个 Prima， 这是由朱宅丹尼马哈普布所留下来的。这样 Narottam Das Thakur 他得到了来自于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祝福。接着他去了 Vrindavan， 他跟 Jiva Goswami 一起学习，然后他回到了孟加拉，他传播，他在整个的孟加拉传播，他在整个孟加拉传播圣名，而且他组织 Gurpurnim 的节日，而且他启迪很多很多的奉献者，很多的 Brahmana 们来接受启迪，从他那里。Ganga Narayan Chakravarti Ramakrishna Acharya， 他们是 Brahmana。他们是 Narottam Das Thakur 的门徒，所以 Narottam Das Thakur 他以身作则展示了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情感，那便是派发 Krishna 之觉给每一个人，在所有的地方。
Nagaradigram Sarvatra Pracharhaibe Moranam。我们必须要去每一个城镇和乡村，这意味着仅仅在孟加拉吗？不，这意味着仅仅在印度吗？不，这个意味着全世界吗？整个星球吗？不，整个的物质创造，所有的地方，我们必须都要去，每一个星球，每一个宇宙，我们必须去派发圣名。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此Narottam Das Thakur，他向我们展示奉献者卓宅丹尼马哈普布的奉献者的情感。传播派发克什那知觉，让每一个人唱诵圣名，并且去聆听关于克什那的事情。这便是奉献者的职责。萨达达姆吉丹扬达玛姆耶达姆达斯杰达达姆纳玛香达斯玛姆巴迦尼迦穆扎乌巴什提。一直唱诵我的荣耀，非常有决心的努力，这些伟大的灵魂永恒地怀着奉爱之心崇拜我。因此主克什那的奉献者，他们总是非常高兴地去聆听关于伟大的维什纳瓦奉献者的，就是从伟大的奉献者这里聆听，就像纳尔达姆达斯塔库尔一样。而这个城镇吉亚干，是因为有Narottam Das Thakur的临在，所以非常荣耀。他在这里展示了他隐迹的逍遥时光。他在这个地方放弃了他的躯体，他去恒河，跟他的一些门徒一起。他非常年迈。当他在这个恒河之中沐浴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们给我按摩，而当他们给他按摩的时候，他的躯体变成了牛奶。这是为什么我们去了 Dud Samadhi 牛奶的 Samadhi， 就在恒河的岸边。 Narottam Das Thakur 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灵魂，他并没有接受普通的一个 Samadhi， 他的 Samadhi 是 Dud Samadhi， 他的躯体变成了牛奶，这样他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了，去继续他的服务，去协助主宰坦尼马哈普布的使命，在其他的地方去协助拓展这个使命。因此我们今天到这里来荣耀Narottam Das Thakur， 我们向Narottam Das Thakur祈祷，请赐给我们力量，请祝福我们，我们也可以追随你的步伐，我们也能够努力地做一些事情，代表你去派发主宰坦尼马哈普布的这个讯息，并且把圣名给别人，把桑克坦的运动推动起来，传达给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条件，不会考虑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我们去所有的地方，在 Srimad Bhagavatam 之中， Sukadev Goswami 说，Abira Shumba Yavana Kasha Daya Yanye Chapapa Yadapashraya Shraya Sujanti Tasmai Prabha Vishnave Namaha。 Sukadeva Goswami 在描述不同的 Rishi 们的名字，就是Sukadeva Goswami 在描述不同的种族他们的活动。那么有非洲人布兰达，就是持续不断的，然后提到喀什达，喀什的意思是中国。我们全都是沉浸在罪恶活动之中的，但是我们全都可以得到拯救，通过 Prabha Vishnave Namaha， 通过一位奉献者的仁慈。 Narottam Das Thakur 他就是这种类型的奉献者，他是这样的一个奉献者，他可以拯救
所有的堕落的灵魂。我们非常的感激，我们有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得到了这丹尼马哈普拉布的神像的大善。这是由施拉纳尔塔姆达斯塔库尔所崇拜的。普拉布告诉我说，这个神像。这个神像无论如何他是被找到的，达尔塔姆达斯塔库找到了这个神像之后，他开始崇拜这个神像，这样神像就从那个时候一直被崇拜到现在。达尔塔姆达斯塔库他已经是400多年了，这个神像崇拜仍然在继续之中。我们有非常特殊的大善，我们可以向主狗让格双纳狗让格进行祈祷，非常的幸运。我们向舍那格朗格祈祷，我们向纳尔塔姆达斯塔库尔祈祷，我们向所有的外施那瓦阿查人们祈祷，请对这个克什纳知觉运动仁慈，并且帮助我们跨越所有的障碍。那么在我们的传播使命的过程之中，愿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服务到马哈普布。他非常好的得到了施拉纳尔塔姆达斯塔库尔的服务，非常感谢大家。哈里克什纳，which place he found the deity? Under a pile of what? Hay. In a rice, before they remove the rice, they pile it up. I see. 他是在一堆稻谷的那个里边找到的，就是，还没，那叫什么呀？稻子那个杆加在一起。稻草在一堆稻草里发现的。刚才马哈亚是讲的是英文，现在呢，他们翻译成孟加拉文。那是他们达斯塔库他的 kirtan 非常的好。他一做 kirtan，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 Krishna prem。那他们的斯塔库尔的八珍特别美，是用非常简单的孟加拉文写成的，就是跟刚才讲的一样。महाराज बोलছিলেন অনেকটা গান নাস্তাসা কো যে লিখেছেন সেটা আমরা প্রতিদিন গাই যেরকম গুরু বন্দনা তারপরে শ্রীকৃষ্ণ চৈতন্য প্রভু দয়া করো মোরে আর ওই শ্রীকৃষ্ণ চৈতন্য প্রভু দয়া করো মোরে গানে আমরা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র হিউম্যানিটি ওনার কত উনি সহনশীলতা ছিলেন ওটা আমরা দেখতে পারি। উনি বলছেন যে আমার মতন পতিত আর কেউ নেই, কিন্তু উনি তো পতিত না, তো আমরা ওটা ওনা থেকে শিখতে পারি। আর তারপরে মহারাজ বলেছেন কিরকম নারদ দাস ঠাকুর উনি খেতে হইতে একটা সুন্দর
গৌর পূর্ণিমা উৎসবটা শুরু করেছেন, যেরকম প্রভুপাদ মায়াপুরে করেছেন ওরকম গৌর পূর্ণিমা প্রথমে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 স্টার্ট করেছিলেন। আর সেই সময় ওখানে সবাই মানে পুরো ভারতভূমিতে যতটা বৈষ্ণব ছিল সবাই তখন ওখানে এসে ওই গৌর পূর্ণিমা উৎসবে ছিলেন। আর তখন উনি অনেকটা রাধা কৃষ্ণের বিগ্রহ প্রতিষ্ঠা করেছেন ওই খিচুড়ি উৎসবে। তারপরে মহারাজ বলছিলেন কীরকম এখানে আমাদের দুধঘাটে এই পুরো জিয়াগঞ্জটা একটা পুণ্য ভূমি হয়ে গেল, কেননা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 ওনার অন্তিম লীলা এখানে করেছিলেন। আর কীরকম উনি ওই গঙ্গাতে স্নান করার সময়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 এত একটা মানে উনি একটি ব্রাহ্মণ কুলে জন্ম নেয়নি, কিন্তু উনি এত উন্নত ভক্ত ছিলেন যে উনি ব্রাহ্মণদেরকে দীক্ষা দিয়েছেন যেরকম গঙ্গা নারায়ণ চক্রবর্তী। আর তারপরে উনি বলেছেন যে কীরকম উনি দেহ রেখেছেন যে উনি একটি অপ্রাকৃত মানুষ, যে উনি সাধারণভাবে উনি ওনার দেহটা রেখেনি বা দূত সমাধি নিয়েছেন, এটা খুবই অপূর্ব। তো উনি গঙ্গাতে স্নান করতে গেছেন আর ওদের শিষ্যকে বলেছেন আমি একটু মালিশ করে দাও, আর জল দিয়ে মালিশ করার সময় উনি দুধের রূপে গলে গেছেন আর ওই দুধটা এখন সমাধি দিয়েছে। তো এটা খুবই অপূর্ব একটা জিনিস, যেটা অনেকবার আমরা দেখতে পারি না। তো এটা বোঝায় কীরকম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 একটা উন্নত ব্যক্তি ছিলেন। আর উনি তো মহারাজ বলেছেন যে উনি এত প্রচার করেছেন বেশিরভাগ বাংলাতে, আমাদের গৌড় দেশে বেঙ্গলে উনি বেশি প্রচার করেছেন। আর যখন উনি প্রচার করতেন উনি দেখতেন না যে কে পাত্র অপাত্র বিচার না করে উনি সারা সবাইকে দিয়েছেন। তো আমরাও ওটাই প্রার্থনা করতে পারি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র শ্রীচরণে যে আমরাও ওনার মতন ওনার পদে চলে আমরা কৃষ্ণের যে আমরা কি জানি কৃষ্ণের বিষয়ে আর কৃষ্ণের সংবাদ এটা আমরা সবাইকে পৌঁছাতে পারি। আমরাও দেখবো না কে পাত্র কে অপাত্র, আমরা সবাইকে দান করব এই কৃষ্ণের শিক্ষা। তো এইটাই আমাদের প্রার্থনা নরোত্তম দাস ঠাকুর আর অন্যান্য বৈষ্ণব আচার্যের প্রতি। হ্যাঁ কৃষ্ণ我们现在坐一会儿 Kirtan， 然后再荣耀菩萨。我们唱《哈里哈拉伊纳玛哈》这首歌，这是纳尔塔姆达斯塔库的歌。这个妈的鸡唱歌领唱。你的妈妈呢？你的妈妈呢？你的妈妈Hari Haraye Nama Krishna Jadavaya Nama Hari Haraye Nama Krishna Jadavaya Nama Jadavaya Madhavaya Krishnavaya Nama Jadavaya Madhavaya Krishnavaya Nama Gopal Govinda Ram Srimad Ah.
ಗೋಪಾಲ ಭಟ್ಟ ದಾಸರ ಗುಣ ಜೀವ ಗೋಪಾಲ ಭಟ್ಟ ದಾಸರ ಗುಣ ಶಾಯ ಗೋ ಶಾಯ ಗೋರಿ ಶರಣ ಬಂದ ಪದ್ಮಕನ್ಯಾ
Paramahansa Paribhruja Ashtacharya Satya Sri Srimad Esteban Grace A.C. Bhaktivedanta Swami Srila Prabhupada Ki Jai. ISKCON Samstapakacharya Srila Prabhupada Ki Jai. Nityalila Pravishta Om Vishnupad 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wati Thakur Srila Prabhupada Ki Jai. Koti Vaishnavinda ki Jai. Namacharya Srila Haridas Thakur ki Premshi Gaur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dhar Shri Vasadi Gaur Bhaktavinda ki Shri Shri Radha Krishna Gopa Gopina Shyamakun Radhakun Giri Govardhan ki Vrindavan Mayapur Dham ki Ganga Maye Yamuna Maye Kyoti Maharani Bhakti Devi Ke Harinam Sankirtan Ke Srila Narottam Das Thakur Mahadava Ke Srila Narottam Das Thakur Ke Narottam Das Thakur Ke All glories assembled devotees. All glories assembled devotees. All glories assembled devotees. All glories Sri Guru, Sri Gauranga. Nitai Gaur Sitanath Premanande. Hare Krishna. Hi, Krishna. I'm not going to.